大家我小六，老肥的千金呢就是要办那个百日宴了啊，我们要过去参加这个百日宴。现在呢我来果粒摘一点百香果去，因为我上去带给他吃的那个他都说很好吃，这次我又来百香果粒这里摘果了啊，你看这里都已经有熟的了。哎呀，这些头皮果你看，像这种哇，这种熟哦，这种再放两天的话就黄了。哇，这个可以，哇这个亮，开一个啊，来要把这个拔掉，啪一声响，你看很轻松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可以把整个蛋蛋给它剥出来，这个吃起来就爽了啊！看，给你们看看果肉啊，哇，亮，果肉非常饱满，嗯，这水分太多了，嗯。现在呢也没有大面积的成熟，它只是头花果成熟了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筐给它摘满。哇，这个大。你看哆来咪这三个都已经得摘了，这个放两三天以后就亮了。看啊，我们摘百香果要从这个地方这样轻轻一掰它就断了。来到果粒啊，干不干活无所谓，先吃饱再说，也这个这么熟了，你看干，哇好甜啊，去年我带去西瓜Play，很多主播朋友们都说非常好吃，这次呢老肥那边可能也会聚集很多其他的博主啊，我们拿点过去给他们尝一尝。嗯，这个呢我近期也会上架啊，真的好甜啊，这两个很熟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呢被风遮过，不过呢这种被风遮过的果会更甜啊。哎呀，这个亮，这种吃起来就香了，漂亮。这里有个熟了，这个还不得，这个可以了，这还有一个。这个也可以，漂亮。这种呢，就放一两天以后就黄了，漂亮。喵，摘了多少了？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好，我这里已经半筐了。哎呦，哇，哦，哇，摘了这么多？是吗？还没满筐呢。够了。啊，够了，怕扛不动是吧？啊，太多了。走吧。嗯，走吧。我们等一下去那边那块地再给它摘满一点啊。嗯，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耶！全身都湿了，湿透了。啊，我们来到大山哥这里，搭大山哥的便车。不是。你看这个火呢，已经放在这里。嗯。扣肉在这里是吧？嗯。哇，搞这么多扣肉过去，走，我们出发了啊。我们出发。关注小六不迷路，小六带你上高速，出发！
哎呀，哎呀，小六做做筐东西，这筐水果，重啊，重不重？重啊，不重不重，重。哎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哎，强子强子，小孩，来了我来了，哎呦呦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嗨，老白，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欢迎大家哥，哎呀，嗨。明哥，哎，不辛苦不辛苦啊，嗯，好好好好，先进来先进来，先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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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热闹啊！等一下我走开好不好？我知道今天有大三扣的今天才来啊，有啊，带了带了过来啊。知道今天有有那个百香果啊，九号代表门狗啊。我是马马古，坐坐坐，好好好。哎哎哎呦，二哥，恭喜了，二哥。有没有喝一点？我等一下开车。来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先进去坐一下，先。好好好好。你再不讲一下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吗？太受欢迎了，这个。没了，都讲光了，这个太受欢迎了。来，饭后果吃一点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搞一点，跟我们搞一点先。你先吃，我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没事的。不饿啊？不饿。啊。我妈说了。啊，我就想小小六的那个百香果。哎、啊，下次去你家，然后再搞一筐过去。他说什么？他自己买的那个果苗啊，种不活。啊，他也是这个青蜜九号品种是这样是吧？对，但是我哦，他就觉得这个甜好吃，是啊、这个确实好吃，然后他也想种。我到时候帮你搞点苗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帮你搞点苗。来，马哥。来。这个酸不酸？不酸，真的不酸，不酸的。甜的，酸的话我妈她不吃的。你发一个怎么了？没有，等一下她拿来跟你。送了。我都说了，她瘦了。爸，你不吃宵夜。她妹妹好可爱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乖啊，这个，哎呀。哎呀，你看好乖呀、啊。哎呀呀。看看老回家的扣肉多多好啊！你搞一块，我搞，摆开摆开，啊，冻了的你要搞了，我在喝汤呢，我在喝汤。我们去了哦。是啊是啊。今天难得这么喜庆哦。我看你抓小龙虾那个视频，看得我痒痒的，我跟你讲。有空就一起去，你就去我那边去。好。包你有鱼。啊，这段时间你就过去。好好好。不辛苦，你们才辛苦。小六，我们先回去喽。就为我先了，我这么快干嘛？啊。啊，回去得四个小时，差不多啊。我买也要四，我买也要四个小时啊。啊，往上怎么往下？我们三个多小时，也差不多了。下次来湖南玩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好，好好好。你去。我在中大等你。你明天去我们那里玩。好好好好好。这么快就回去了？我要和你们的高山流水酒。哎，高山流水好。高山流水。加拿大。你要去吧。六总那里。我很想去你那里河里面抓鱼，我昨天都还抓到你直播站在船上杀鱼呢。等船弄好，下次来了我带你去摸螺啊。好啊，搞野。那个螺尝尝，那个螺好吃。比较拿手一点吧。上次我们不是跟老谭去抓了一次嘛？对。嗯，有空去我那边玩啊。你们都不用走，这个是菜。柳州也没有桂柳花的叫嘛？有啊，它有桂柳花的叫嘛，但是比较普遍啊。哪是熬夜啊？来碰一个。周末愉快，新年快乐，Happy New Year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去了啊。好，老白，我都说留一下，有空继续再去我们那边。好，得，因为我说你看一来一下，也又要回去。
都赶在路上了。那有空再过来啊。好，反正你来吧。下次，下次不，我那里有喜酒办的时候，你要过去。肯定过去啊。到时候小六有空的话，过去来我们这里去到河边抓，对，对，下次他摸螺，叫上我就行了。抓鱼摸虾摸螺就找我这里了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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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们慢一点。回来啊，好。走，你忙啊。啊。